迫来到威化岛的这些弟兄们，请您给他们一条活路吧，将军。立刻遵照殿下之命令，进军辽东。不能再让无辜的士兵牺牲性命。你是要谋反吗？打算要回去吗？被软禁的孩子们跟嫂子怎么办？他必须要在家人和五万士兵的性命当中做出选择。将军，回军了。将军的家人要靠你救出来了。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，六龙飞天。